大家好，我叫张涛，今年11岁，我的兴趣爱好是跆拳道，已经练了4年了。我练跆拳道4年了，兴趣爱好是象棋、国际数棋，还有足球、篮球。足球踢得过我吗？菜。大家好，我叫张佳莹，我今年13岁了，我的兴趣爱好是跆拳道，我练跆拳道已经有4年了。大家好，我叫曹仁东，今年11岁了，我练跆拳道已经3年了，我平时的兴趣爱好还有围棋、运动之类的。大家好，我叫马莹，今年11岁，我练跆拳道已经练了3年了。今年6岁。我平常的兴趣爱好是照镜子，江哥，上面的那一张的那个是自恋 logo 黑底的。好了，大家好，我叫董静坤，今年12岁了，我的兴趣爱好是打篮球、乒乓球，还有王者荣耀。我练跆拳道4年半了，快5年了。大家好，我叫某某某，今年13岁，来自那个火星。我会讲火星语，听懂吗？不是那么久了，那个好像是韩语。听得好吗？好，我叫文志，今年14岁，15岁，4岁。然后呢，兴趣爱好是跆拳道、篮球，王者荣耀啊，没了。王者荣耀技术谁厉害呀？我平常的兴趣爱好是乒乓球，还有围棋之类的。他好像是小球，给我打上马赛克啊！第二次，给我打上马赛克。开麦。大家好，我叫李秋楠。我叫。决赛进不去，不让你打决赛。今年13岁。来自。浙江宁波。我最喜欢玩。王者。还有。最喜欢玩篮球、足球。还有。台球、橄榄球、乒乓球。羽毛球，那个网球，接球、毽球、接球、铁饼、标枪、跳水。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71 172 173 174 175